为光明前，这佛呢，那个身有光明，就是光明前，然后呢，照耀啊我的心目，让我的心跟我的眼睛啊，都真光。那佛又问了，如将谁见？你看是不是很明白？你将谁见？什么人看到？你问什么人看到？跟阿难讲，已经针对阿难，还在问他，你将谁见？然后阿难回答，我与大众啊，同将眼见。哇，这一下会挖一样，是眼见呀、啊？眼见是什么？就是见成啦、啊，一波见性啦、啊，一见成。你看安尼才有够远无？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啊，阿难比我较戆。我的怎样讲见性啊？伊阿个吼。你的建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阿难师师弟啊，非常的善良，要引导末法众生的来修道，所以视线啊都很低，程度很低。但他已经得到出国啊，虚陀洹已经那个见后啊都消失了，怎么还会呢？用眼睛来看，不会啦。所以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来推敲，就知道阿难是故意示现要佛来讲把那个真理讲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说阿难比我比较聪明，比较聪明所以那个心地很好，佛的话众生相信的程度高啦。那阿难讲大家相信也都没那么管要给佛来讲。那么佛告阿难，佛又跟阿难讲，如今答我说，你现在回答我，如来屈指为光明前，耀汝心目这个都是现象实际啊就是这样。那么汝目可见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以何为心当我全要？你是用什么心呢来看我这个居止这个光明点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这个呢就是已经呢把它点名说呢以何为心啊，你这个心是什么心？所以我们了解说心啊有四心有生灭心然后有我们日常生活应对的那一种的妄心，都是心嘛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研究了以后来看那个法龙讲的话恰恰用心时那个什么心，法龙用什么心那已经呢就是把这一些妄的心全部都去掉了啦，全部都去掉叫做无心，我已经无心了没有心，那没有心就进入真心啦，那有心的心那个有企图就是有失心那就有喜欢讨厌的心，我们在生活之中是不是都这样喜欢讨厌很强烈喜欢想拥有，讨厌就排斥然后所作所为就造业，造了业就受苦自然形成了那我们了解说把这一些四心生灭心全部都去掉没有了那个七个心的地方所在全部都去掉了，叫做妄尽，叫做万缘放下。啊，你念起来没？刚才意思拢个念起来，万缘已经放下了，一念不生呢，就是无心了。
哦、啊，无形啊，真心呈现。那真心呈现呢、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心呐、啊，脱离生死。很有了解不？哦，非常的哦清楚明白。哎，所以啊，这个佛啊，一直要把哦那真心呐、啊，哦争出来，哦征召出来，哦一定要切出来。说以何为心，当我切掉。阿难就回答说：“如来现今啊，真心所在，而我以心呢，推穷行主啊，即能推则我将为心。”假如说我们在文字里面啊，看一看啊，阿难有跳舞，哦，那个推穷行主啊，哎，我们凡人不是都这样吗？会向吼推穷行主啊，是不是拢真跳？对不对？对。结果吼、哦，你看推穷行主啊，是不是离真啊越离越远？对。哦，所以真呢就是要放下万念，哦，不能呢再去啊推穷行主，推穷行主吼、哦、就是自以为是啊，自己哦一直找哦那个啊理由。哦，一直扯，一直扯理由，那个哦，推穷行主啊，就是哦，那个六祖所讲的哦，那个大家开会啊，哦，那个集思有没有？然后共建，大家拢哦，用你的地位啊，把迄、那个哦，收到的答案讲出来，哦，安尼来哦，迄个方法，迄、那个方法就真管，就这样。推穷行主啊，就是啊，集思，大家哈、哦、集合了、集会了，然后来哦提供哎最哦那个啊哦完整的那个整个意念。所以老天师常讲，修道哪有开会？可是哦奇怪，我们师长都在开会啊，吼、哦，有没有？我们开什么会啊？以真理的角度来讲，哦，我们呢那个啊，就是检讨过去，开会啊，就是检讨过去，策划未来，哦，对不对？那检讨过去，策划未来，把握现在，是什么要用？就是现象要用啊，佛性要不要用？佛性不用，所以我们一开会以后啊。就落入哦，落入啊那个集善，收集啊那个善，所以叫教化。老天师上讲，我们负担的使命啊，不是教化，是传道。那传道唯有我们老师呢掌道盘才可以哦。你宗教啊，它只有欠善，你行善了，哦，它宗教的目的就达到了，没有再往上推的，哦，那个前边。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是办道，哦，就是传道，哦，不是呢，在呀、啊，哦，那个宗教方面的，那个啊，就是积善。把大家呢啊都能够善心培养，就完成了。所以啊，完成很有名声的哈、哦，都是啊，反正大家拢把那个啊，就是啊，哦一种教化行善的教化，这样了解意思吗？或许是把哦那个啊老前人的那一种理念哦，把它呢推广出来。所以我们一定呢、哦、要秉着现在呢、哦、站到上天大开普渡、哦、佛老师掌道盘将道呢传给我们，那、啊、我们也要、哦、继承老师的意思、啊、一样传道，不是呢在欠善，当然欠善的我们也要去做啦，只是、哦、目标、啊、一定要了解，就是传道、哦啊、传道、啊、一定要有
哦、那个啊掌道盘的祖师才可以，了解吗？了解、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都很幸福的、哦、我们都是啊人在福中、哦、不知福啊，都不知道、哦、自己很幸福、哦、转世在这个最、哦、理想的那个修道环境，各个都具备了、哦、我们所有啊好条件都具备，再不修就可惜了、哦、所以要努力修。那么接着释迦牟尼佛、哦、就讲一个字、啊、斗，那个斗、哦、就是骂的意思啦、啊啊、那个佛在骂人不会脏话，不会用脏话、哦、所以他只有讲斗，说阿难此非汝心，这个、哦、不是你的心啦、啊哦、因为这个都是变化无常、哦、不是你的真心、哦、不是你的慈心，你要用这个心呢没有办法脱离生死，没有办法呢、哦、走路啊奢摩他路哦，没有办法。那么阿难呢？哈、哦，觉然必作何斩？哦，就害怕阿难呢，害怕，然后避开他的座位。哦，然后啊，何斩？哦，起立啊，白佛，就是站起来，哦，回答这个释迦牟尼佛：此非我心呐、啊，当名何等？说这个啊，不是我的心。那么这个叫什么？哦，阿难呢说这个不是我的心，那这个叫什么？佛呢就讲，哦，此是前尘啊，希望相想，哦，显现在眼前，哦，凡尘的景象叫做前尘。那么这一些凡尘的景象，它都是虚妄，都是变化无常，都是假的。哦、所以啊、哦、那个相，你从这一些、哦、虚妄的相产生的念头想惑入真相，迷惑、哦、你的真相，这样了解意思吗、哦、一个字一个字、哦、那个含义啊，我们都呢把它呢这个详细说明、哦、说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这些景象都虚、哦、妄、哦、不实在、哦、那么这一些虚妄不实在的相，你产生想就是念头、哦、它迷惑你的真相，那么犹如无始、哦、非常久远、哦、那个开始、哦、没有一个起头啊，就是一直这样过来，自今生一直到现在、哦、认贼为止、哦、就是认这个、啊、虚妄相当成你的真心，就是认贼为止，所以啊，失掉你的言常，言就是本来，常呢就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哦、故啊受人转，所以才一直六道轮回，这样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六道轮回了吗？我们就是跟阿难讲的一样啦、哦、就是因为啊、哦、显现在眼前啊凡尘的这一些景象，我们都把它当成真啦、啊、所以迷惑、哦、我们的真性，我们真性呢都已经不明了不了解了、哦、所以无始一直到今生哦、都一直、啊、认贼、哦、为止，我们有没有认贼为止啊？没有啊我们都认为、哦、那个是心、啊、就是我们真心、啊哦、这个就叫认贼为止，他听命命没有嘿，刚才真心都听命命、哦哦、非常的喜欢他爱他，结果有没有被他害了？害得很凄惨、哦、
有没有？已经安尼吼，千千万万世啊，安尼海家人拢未醒，对不对？所以我们佛老师才讲啊，深信啊，我们啊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我们这么久了啊，有没有留下一点点记忆啊？有啊，我们前生做什么啊？都知道哦，所以我们不研究真理的话，还不知道说哦，一直啊在哦六道轮回，经过这么久哦，我们讲六万年只有这个轮回啊，那之前的六万年好哦，几千个、几万个、几亿个六万年，我们都经过了，有没有一点记忆呀、啊？哎，老说深信啊，可以耶。哦，所以要了解说，老师鼓励我们研究了。哦，说我们啊，一直啊，哦，都不知道自己呀、啊，在六道轮回时间竟然有这么久，哎啊，都还没有清醒，清醒了没有啊？是有了，但是还很少了哈、哦，清醒的都还不够，嘿，可能刚眼睛睁开了哈、哦，睡觉的时候啊哈、哦，啊刚眼睛睁开一点点，嘿，还没有大醒过来，所以我们要哈、哦、深入哦，就是啊在日常生活，老师教我们哦，十分钟也好，二十分钟也好。哦，三十分钟也好，把它固定。哦，做万年放下。哦，这样的话呢，一定啊有功效。哦，你一直做，一直做，你看慈心出来了，然后身心，然后大心。哦，还能够脱离啊生死苦海。我们不是那个时候讲吗？哦，失机而龙现呐、啊。淹没而雷声，然后神动而天水，哦，那个都很有深度，有没有？哎，我们在家里面做，书记就是哦，静居在家里啦。龙现就是神通万物。你看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啊，会不会神通万物？哎，就是可以啊，神通万物。为什么呢？全部都是佛性啊。整个天地的造化，哦，造呢就是从无到有，化呢从有到无，都这样一直在变化，对不对？哦，可是我们都不知觉，都不知道啊。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呢，慢慢那个知觉性，哦，佛功能作用，前顶大用都会呈现。啊，呈现以后啊。哦，那个时候内心啊了了分明，哦就不一样的，不是这么粗浅的人生了、啊，哦是很深入的，哦爱、啊、深入了以后啊，那个是哦无言之法都能够得到的，非常的有哦内涵，所以啊表现在凡尘哦人格啊都很切高。哦，那所有的容量都很大。我们现在容量大不大？啊，都不敢讲，还够给人家多。哎，大概不会了吧？哈、哦，啊，都宽广的，哦，量都宽广的，啊，是不是自己啊可以挖掘？哦，度量大不大？自己是不是可以挖掘？哎，啊，自己多阿些。哎，都不敢说、哦、哎，所以那个现实生活里面、啊、哎，我们要借假嘛、哦、来修真啊、哦、现象都是假，那借这些假的现象把真的佛性、啊、修正出来，那真的佛性出来我们自己、啊、了了分明，骗得了别人、哦、骗不了自己啦、啊，哎啊，所以自己啊修的什么程度，自己一定知道。哎，啊要自己立。哦，所以我们佛老师一直鼓励啊，或者看那个美国那个弥勒宝塔那个新闻，
哦，有没有？哎，老师说，哦，能够戒教的时间都很短，可是哦，里面很多段都一直鼓励啊，研究性理心法，一定要研究，哦，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要固定，哦，一天，老师说一百天呐、啊，各位有没有看啊？有啊。哎，有看的人很少了，两三位哈、哦，啊，没看的人多了，哎，因为都要赚钱无闲，哦，无闲通看，所以有一天哦，那个无常来召唤的时候啊，哎，你要记得跟他讲，我无闲，哦，唔通一声伊来招你去诶，诶，你要讲我无用。像这一次啊，吼，我们不是休息五十天嘛，吼，我嘛甲讲我无用咧。嘿，我讲我呀，我呀只足侪我拢爱了吼，我无用，未使甲我抓去，所以他又放我回来了。我们才有机缘、啊、共同研究、哦、棒不棒？很棒、哦哎、对，所以要你、哦、这个假如说再来一次的话，可能他就不讲情了，你不要每次都没赢了，一定要有赢的时候、哦、没赢、哎、你看老师都叫我要记得要休息、啊哦，那就是爱无缘，无缘才当休困啊！吼、哦，哎，要休息，记得要休息。可是或许是哦，越讲的话会越高兴哦，看他都能够走入真理世界哦，能够明心见性哦，能够走入修道轨道哦，无比的安慰哎、啊，所以大家要努力。阿难白佛言，阿难呢他又回答说、哦、世尊，我佛从弟、啊哦、因为、啊、这个阿难是释迦牟尼佛的、哦、堂弟，阿难是最小、啊、年纪最小，释迦牟尼佛年纪最大、哎、一个最大一个最小、哎、所以他讲说我是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哦、很宠爱的弟弟、哦、就是啊哎，都安呢，可以教过。那么心爱佛故啊，哎，就是心啊，哎，很喜欢佛那个三十二相，哦，八十种好。那么令我出家，哦，就是心爱佛才呢，哦，令我出家，让我能够呢，哦，离开这个烦恼的娑婆家，哦，进入呢真理呀、啊，哦，领域来修持。那么我心何独啊？供养如来，哦，我的心呐、啊，哦，不只有来供养如来，乃至啊，哦，就是啊，中间有非常多的，他都在供养，哦，遍历啊，恒沙国土，哦，经过非常多、非常广的地方所在，城市呢，哦，知佛，就是哦。那个佛交代的事啊，他都成事，哎，他都去做，哦，那个成事呢，知佛积善之事，哦，有那个呢，在凡尘啊，一直啊，在引导哦众生修道的，都叫善之事，哦，那我们了解说，凡尘啊，有很多的修正者啊，他发心再来，那些呢，都是善之事。那么花大勇猛，哦，阿难说他花那个很勇猛的心呐、啊，行之一切、啊、难行的法事，哦，去做呢非常困难的哦，这一些佛法方面的事情，皆用此心呐、啊，多用心，多用四心呐、啊，哎，多用哦推穷行主的心。
那么重令办法先、哦、下面讲管面的、哦哦、这个前面讲那个正面，那么办法这个是反面，重令办法永退善根、啊、亦因此心，假如我会毁谤佛法，善根都退掉了，也是这个心。若此花明啊、哦，现在释迦牟尼佛把啊我所用的这个心啊，把它发现明了，不是心者，这个不是心，那我乃无心啊，我就变成没有心的。同之土木啊，哦，跟那个土哦，跟那个四木啊，已经相同了。那么离此觉知啊，更无所有。我离开这个四心的觉知啊，啊，已经都没有了啦。哎，我全部都没有了。那么云何如来？为什么现在呢？释迦牟尼佛说此非心，说这个啊，不是我的心。哦，我实惊怖，哦，我实在呢很惊讶，很恐怖啊！坚持大众啊，无不疑惑。这个哈、哦，阿难要拖别人来死啊！哎，家里讲的那不够哈，还佫拖一个大众来倒，安尼靠力。哎，所以哈、哦，坚持大众，哦，无不疑惑，他们呢也都很哦怀疑迷惑。那么唯垂大悲啊，开示为悟、哦、希望释迦牟尼佛能够呢大慈大悲，能够开示啊、哦、还没有领悟的部分。那么尔时世尊呢、哦、开示阿难即知大种，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开示呢这个阿难、哦、以及呢对大众讲、哦、意令心啊入无生法忍、哦、要所有的、哦、大众以及阿难、哦、让他们的心、啊、进入无生、哦、进入、啊、没有生没有灭、哦、无生无灭那个法人就是安住不动、哦、进入、啊、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法，然后安住不动叫无生法忍。那么以狮子座摸阿难顶，哎，这个释迦牟尼佛、哦、坐在那个狮子座，然后呢，那个摸用手呢摸阿难的头顶，那个就是安慰啦，讲你免惊哦，不要呢这个惊怖啊，哦那个怀疑哦，而告知也跟他讲说，如来常说哦，这个如来呢时常说。那阿难呢奉事呢、哦、释迦牟尼佛他就常听到知法所生啊唯心所现，我们凡尘的所有万法之法，知就是很多，所有的法也就是所有的一切、哦、所生花的所有一切所产生的都是我们的真心呢所呈现。那么一切的因果世界，大到世界，小到微尘，因心、啊、成体，因为我们有真心呢，它才、哦、成就现象。所以、哦、一切的、哦、因果、哦、凡尘说一切的因果以及最大的世界最小的微尘，都是因为心、啊哦、它才能够呈现。哦，阿难哦，又跟呢阿难讲，若知世界啊，一切所有哦，这世界哦，世呢就是啊时间，界呢就是空间哦，世呢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那界呢有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叫做世界哦，一切的世界知世界啊，知就是很多。哦、有很多世界，一切的所有世界上呢一切的所有、哦、物、啊、以及事，其中乃至、哎、就是讲那个所有的内容、哦、草月、啊哦、雨节、哦、就是、啊、很小的草、哦、以及叶、哦、那个丝线、哦、我们呢缝衣服的那个丝线
哦，觉打觉，那么觉起点觉啊，就是质问，我们来哦那个啊啊追求它的根源，根本缘由，缘由体现，他们呢都有一个体，也有一个物质的现。那么众令虚空哦，那么讲到虚空方面呢、啊，哦亦有名貌。虚空也有名，虚空也有相貌，哦，何况呢？啊，这个清净啊，妙见明心，虚空那个啊都有名貌的，那我们呐、啊，哦，清净妙见明心呐、啊，那更是有切切实实啊，哦，存在，哦，性啊，一切心，哎，那个哦，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凡人所有万象万事的所有性啊，就是啊一切心而无自体。他为什么没有本体？一定有，哎呀、啊，所以这个本体啊，就是无形无相，可是啊确实存在。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哦，我们佛性啊，哎，在我们身上哦，了了分明啊，哎，确实啊，哎，就是存在。若汝执令，假如说你执着、哦、不肯放舍、哦、令、啊、就是吝啬，不肯放舍、哦、执、啊、执着分别结观、啊、就是分别，分别就是了了分明，墙是墙壁，花是花、哦哦、窗是窗，门是门，那个叫分别、哦、然后觉观，你的感觉跟你所看到的那个所了之现、啊、你的那个、哦、了了不明的那个现、哦、必为心者，你把它认为这个是心、哦、一定是你的真心，那么此心呢，即应离诸一切、哦、色香味触知尘事业别有前现，你这个心哦，就是要离尘，离尘啊有体，那个才叫你的真心呐、啊。那离尘无体呀、啊，哦，那个就是啊，哦，假的。所以那个离尘有体呀、啊，跟那个离相，哦，这个啊无体，我们之前啊，也都有讲过，哦，各位都还记得吗？或者再重讲一次哈、哦，各位就会有那个哦印象回来哦。那个时啊，用的那个茶杯，我们把这个哈、哦、当成是古董。各位浅浅，这个是古董的话，它大概啊要多少钱？有价啦，这个哈、哦、有价可以买到，大概哦是10万。哎，看它的年代哈、哦，越久的年代啊越贵，哦，那越接近啊，哦，我们这个现在时间短就越便宜，哦，啊，古董的话，它越少，东西越好，只有一件，全世界只有一件，那更贵了。哎，那小时候有几件啊，哎，它平均了以后啊，都开小几书啊，哦，又比较便宜，然后我们。哦，因为贵，我们就很喜欢哦，想保有，是不是心？想保有啊，就是心。可是哦，这个啊，是不是很容易啊？哦，这个破坏，一个不小心哦，它就碎了，对不对？那已经哦，被我们一摔破了，我们那个哦，爱呀、啊，爱那个心啊。跑去哪里？找得回来吗？所以那个叫做离尘无体，这样知道吗？那我们在凡尘应用，是不是都这个心？都是这种离尘无体的心，对不对？我们的四心啊，我们的生灭心啊，是不是离尘无体？哎，所以男女之间的恋爱啊。哦，黑暗的爱在你死我活吼，有没有？那个为他生为他死都很甘愿呐、啊。你说那个是假心吗？我是真心爱你的，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讲过啊？
没有啊，没有怎么结婚呢？哦，所以的哦，真心啊，建筑在四心上面啊，因为四心随着环境变化，时过境迁，时间经过了，环境改变了，我们的心啊，跟不跟着改变？所以哦，那个男女之间情变了哦，他都做兵啊啦，无你身边啊，哦，你看会不会情变？还真容易变哦，是真心还是假心啊？有的维护啊哦，好好唔变啊，搁等你啊，哎，看你做多久，三年，哦，两年，等你回来。我结果回来了以后，哎，男生又去吃头路，哦，进入理想公司里面呢，有很漂亮同事，糟糕了，你的心没有兵变，男的心变了，又怎么样？哭死了，会不会？不会啊，心要硬哦。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哦。妄心无体，没有体啦，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用这个心来修道，会成道吗？不会，绝对不会啦。所以你在修个吼、哦，像那个金刚童子啊，有没有？嘿，那个道地拢在打水吼、哦，嘿啊，那个金刚童子去路拢个破平平有啊。林师傅一个回来讲，你有敢羡慕有？然后啊，好、哦、啊，你看到什么？看金刚童子，你跟你讲妄言，说真的啦，我很努力看，好、哦，金刚童子就出来。主人，你有什么吩咐？那个老师傅说，金刚童子，我都已经送40年了，你连一次都不给我看。那个哈、哦，我那个弟子啊，一次也没送，他竟然一欢迎就出来。还问他有什么吩咐？那个金刚童子说：“你才40年呢，一生都还没到，你的弟子已经四十岁，40年都还是44多，四十岁还久哈、哦，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啊。”我们送了几次了？那边后水还看到还有哎，还有金刚经，哎，记得拿回去送。最起码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有，我有送，不然金刚童子说：“啊，你一盖也无伤，哦，一世来第一盖也无伤，那都不算。”哎，所以我们要累积啦，哦，这个累积下来根基就好，哦，一点就懂。没有累积下来，他都点都点十年呀，都要不懂嘞，懂了没？我们懂了，懂几年了？已经哦，好几生好几世啊，都累积，所以现在都懂了，哎，一听就懂了。哦，所以要了解说这个是自己努力的啦，别人帮不了忙，也不会说明天早上睡醒过来哦，全部了解，会不会？我们等待，明天早上醒过来哦，真理全部了解了，可不可能？大概不可能啦哦，还是要努力，嗯。这个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对吧？哎，所以一定要努力哦。你用多少心呢、啊？就是了解多少。哎，一了解了越宽广哦，越宽广以后啊，哎，我们那个领域啊，哦，就越不一样。然后呢，所想所做、啊、一定也不一样。那我们周遭亲朋好友看着我们变化，看着我们变得非常哦殊胜，想不想跟我们修道？度人容易，
就很容易的。啊，无咱啊，就好甲人计较吼，你若去度人，伊讲吼，心肝咧讲，我才无爱像你安尼。你遐好甲人计较，我若甲你行吼，我还真好甲人计较。吼、哦，所以我们聊的有一些呢，不用讲，吼、哦，你做了就好，你做出来了，人家都高兴。吼、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边呢、啊，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这个心呐、啊，要离开所有的六尘，哦，色声香，哦，色声香味触法，那个知尘事业都已经离开了。离开以后呢，哦，还有寥寥分明的哦那个前线，哦，离开凡尘了。哦，离开景象了，离开事情了，我们还寥寥分明的个，是不是就是在心的？还能有体会不？有没有？所以那个妄境真就显啊，那个妄啊，都是有形有相境界相哦，早有早空，空也一样是形象啊，我们全部都不找了。不着境界相，不着有，不着空，什么都不着，都没有了，都没有的时候啊，一念不生，哦，那个啊就是真，哦，那个、啊、就是即心即佛，那个就是真心，啊，所以哦，就在我们身上啊，没有离开一秒，也没有离开，所以才有那一句话，哦，说妄想原来啊本是真。有没有我们的妄想啊？啊，原来本是真，是我们的佛性生发的啊。除此又起一重尘，我们要除掉妄想，又增加一个念头。哦，缘思动静啊，成实力。仔细看来，无别人，是我们自己啊，有没有？所以很多记之前我们不是都在背吗？有没有？忘了啦，你回去我就害你了。这个哦，大家用心，好做不切欠。讲好、哦、我无欠你哦，你回我谁害你哦？安尼就无猜我咧好，你寄来我家来，几公里，蛮远哦，哦。就想一想还真蛮远，我还一早哦，从基隆然后坐车到那个台北车站去等，哦，然后从台北车站再坐到这边来，哦，然后回去呀、啊，就又呢，哦，一样的路线又回去，哦，这个目的就是大家都能明心见性，哦，见性啊成佛，所以哦，这个花的也蛮大，所以都讲。只要这个一口气在都会讲，一口气不在我会再来，我会再来，再来的时候啊，可能各位也会有印象，有啦，这季节我说过。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如汝今则、啊、曾听我话、在听我讲经说法，此则因生而有分别、等于说我现在讲的这一些话、是因为声音、然后你才能够了解里面是在讲什么、这个也是妄，这个不真，了解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凡尘啊，这个真的、它不落入语言文字。那么众灭啊，一切见闻皆知。我们呢、那个凡人打坐就是要灭掉啊、一切的见闻皆知，然后呢内所悠闲，就是、打坐以后什么都不能修，什么都没啊，在那里修那个里面自己那个悠闲，悠呢幽暗无快，闲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咱凡
凡人打坐是不是这样？哎，弄个修个呢吼，什么两头嘛拢在有对不？那个就是吼、哦、灭掉见闻觉知，然后灭所有想，的修的修，啊，那先得为，我们知道说啊，那成不了哦佛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从根源，没有从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来修，那个啊。佛就讲说有为法尘啊，忽为影视，就是法尘。法尘呢，就是我们哦色声香味触法，最后一个有没有？哦，色声香味触啊，六尘的最后一个，因为哦眼耳鼻舌身哦，它没有常意念的地方，那么就看嘞哦。要搞啥啦？目睭看要搞啥人把咱记的，是不是意念？意就是第六个啦，哦，第六个六根的第六个就是意念。耳朵听以后啊，哦，说我得什么，嘛爱把它记的哦，就是我那搞好第六个意念。啊，意念吼、哦、要修习斋，哦，你目睭看耳康听，鼻康鼻到。哦，嘴加身体感觉，哦，加好这哦滑，所以哦，这个啊，哦，第六个六层的第六个啊，那个滑，它就比较范围啊很小，有哦，我们那个五根肉屑的影子，哦啊，底下的意念的来对，哦的滑，还能知不？因为我们比较少接近这方面的知识啊，啊，所以怎样？现在吼、哦，咱就怎样讲？哦，目睭啊，伊无藏意的地方，目睭看看的吼、哦，伊是放了了，啊，都在咱的第六个意念吼、哦，改记咧。啊，现在第六个意念记咧，迄变作影，个影啦，有哦，哦，你有教我，哦，你看到你有教我，哦，你听到你有教我。哦，你闻到味啊，你有教我啊？哎，什么味？哦，你那过来中间，哦，我会给伊哦现出来，啊，你也知影讲哦，迄都是什么味？哦，那个华，它的华的范围啊，就只有这样，就是影子啊。所以佛就讲哦，华尘分别也是，就是啊，我们哦，交给那个意念去管辖，你给他搞嘞。我看到，我听到，我闻到，我吃到，我身躯吼感觉到，吼地感到，你拢甲我记记的，吼还有做华，还知无？吼、哦，所以我们了解吼，佛就讲，你那内所悠闲啊，都必做法尘分别有事啦、啊。哦，敢那像咱的意念伫咧记讲，咱看到、听到、闻到、吃到，身躯感觉到，敢那迄款代志安尼尔啦。安尼烦恼是不是真诶？对不对？所以哦，我们假如说没有哦，这个啊，三上天大开普渡哦，没有遇到哦，我们佛老师啊，掌道盘，我们就没有办法哦，研究啊这么深入，这么透彻，我、哦、都唔知啊。啊，即嘛人只是讲爱了解哦，爱研究。我非赐你呀、啊，只为灰心。哦，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讲我是讲命令你哦，哦，执着讲这不是心啦、啊，哦，但如一心啦、啊，但是哦，你得在底下的心微细揣摩，哦，得在微细呀、啊，哦，经详细来改揣摩，若你虔诚呐，有分别性，即真如心。已经吼、哦、离开，已经离开眼前凡尘的景象，哦，他还有寥寥分明的诶那个啊，哦，知觉性、分别性哦，都、就是寥寥分明啦，哦，寥寥分明知觉性，哦，离开凡尘的哦，那景象已经都没有景象啊，一个无哦，即真如心，那个才是真正的你的真心呐、啊。有哦，功料前车哦，哦，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佛在讲，他也不会含混呐、啊，
因为啊，哦，那个妄的话，离尘就无体的啦。哎啊，这个离尘有体，就是真心。离开凡尘啊，它还有体，哎，就是真心。这样知道吗？知道。哎，我们在凡尘啊，看到万象，看到万事，哦，那离开万象，离开万事呢？哎，我们那个啊，了了分明的那个职业性啊，是不是还哦很清晰？对不对？哎，那个就是真心呐、啊。哦，因为啊，哦，它不管你用，不管你不用，它都在，不会说哦离开凡尘就没有了。哦，假如说离开凡尘没有了，找不回来，那个叫妄心，哦，不真，那个就不要。哦，那个生灭的，哦，生灭的我们不要，我们要呢，哦，不生不灭。若分别性啊，哦，一尘无体。假如说我们了了分明的那个哈、哦、分别性，哦，离开凡尘已经没有了，哦，都无去。哦，刚才像咱拄只咧讲迄个孤独，嘿，失化，我迄、那个要爱心都无去啊，找个个找嘛就袂等啊。哦，那个叫离尘无体啦，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啊，哦，我就讲失则前尘呐、啊，哦，分别影视，哦，假如说离尘无体，离开凡尘啊，它就没有了，那个就是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哦，我们呢从那个景象啊去分别，哦，它里面啊。那个影子的事情，嘿影，哦，刚才一个影安尼影，过去都无影，哦，那么尘非常住啊，哦，那个尘凡尘的景象，它不是常住啊，哦，凡尘所有的哎看得到的物件哦，伊拢寿命真短，以即卖讲呢，讲一百年为准，一百年，像水泥的寿命啊。哦，就是一百年，经过一百年，它就呼化，就呼起啊啦。你摸哦，伊就呼起啊。嘿，啊，那个钢筋呐、啊，哦，一百年啦、啊，伊生锈，啊，就你个压，本来就硬哦，啊，你这么个压就变软软。哦，之前呐、啊、是有很多桥梁，那个钢筋哦都跑出来对不？哎，啊，咱去改摸哦，那钢筋拢剥落，哎，就是啊。它有现象能够